第一段正面演练一遍。现在我们开始教学太极十三枪预备动作。右手刺枪，立正站好，注意目平视前方，嘴微闭，舌舔上颚，下颚微回收，两肩微向内合，形成含胸拔背，松腰，气沉丹田，脸臀两膝微屈，两脚踏实，十个脚趾轻轻扣住地，左手握枪杆的上段，然后向上提起，向后画圆，同时变成虚部，眼睛向左看。这是第一个动作，左脚向左上一步，拿扎枪，拿扎，然后向后擦步，拦拿扎枪，重心前移，右腿插到左腿后，枪收回，同时变成拦，再上右脚变成拿，扣后脚跟，蹬后腿扎枪。好，这个动作再来一遍。预备式站好，左手接枪，向上提起，枪向后画弧形，同时出左脚变成虚步亮枪，眼睛向左看，弓步扎枪，左脚向前上一大步，拿，然后扣后脚跟，蹬后腿扎出去，擦步拦拿扎枪，重心向前移，右腿擦到左腿后撤，同时右手把枪抽回，变成拦，枪向外拨，再上左脚拿，扣后脚跟，蹬后腿扎，注意发力一定从腿上发。再连做一遍，大家看一看。一，弓步拿扎枪，拦拿扎枪。好，再走一遍，好，接着往下来，下一个动作是上步推枪，右腿提起，向右前方上步，同时把枪抽回，一，枪向前下方送出，然后枪尖画一个圆，同时再上左脚，右腿再上一步变成弓步，把枪推出去，注意枪尖的高度和膝盖这么高。再走一遍，大家看一下，上右腿，同时把枪抽回，枪随着弓步向前送出，向上画一个圆，然后再上
右腿向前推出，我把它联系练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再走一遍，一画圆，再上步推出去，撤步压枪，一把步撤回来，同时把枪抽回，左脚向后撤一步，变成弓步的时候，枪从上向前压出，注意枪尖和膝盖这么够。分解练一下，一抽枪，同时右腿撤回变成擦步，在撤左脚的时候，枪从上向前压出，连着走一遍看一下。我把这个刚学这个同时把它连起练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下面最后一个动作是虚步拦拿砸枪，虚步，这是拦，然后拿，变成弓步砸枪，虚步拦，拿，弓步砸，反面演练一遍。